皱眉，细想盼无登基，惨不安，喜不登，情翻一枕被，抵在我地阴司，揾医生实有难处。试过晒啲中西药，功效啊认认真味。往日阎王恶晒咁翻，只怕命不久矣。唉，生死簿响我手中，人间生死我话事，点知今回就轮到我。阎王一样要落阴司。咦，咪住，我本来就响阴司揸 free 嘅啦，我落边个阴司至啱呢？只怕耶稣上帝都唔收，諗起上嚟大件事呀。啊，切，几时听过阎罗王都要死㗎？未听过未？我都已会梦，是阎王我念死红人去做我鬼。既然是有问题，喂，医生点得嘅？我便再搵生人医生去，转危为安，授予天地齐。唉，上帝啊，上帝，系你保佑下我啦！拳王偶遇，立即派遣特使到阳间寻找名医，不得有误。阎王命，杨世请医生，时急时间紧，费心。我是新小鬼，他是老差人，一于耳仔底死根。我哋一箱夜叉，今朝到杨世搞搞震。鬼仔初次担重任，心里也好兴奋。请医生往阴司去，冇咁容易，有能人，你咪乱咁懒兴奋。我即管当旅行，费用有公家太一数，点能啊够呢？不兴奋。喂，若果请不到医生，要受那三十大军，老细有乜光瓜豆腐，金装亦有得分，喐下油锅炸，狗世都不得超生。一日听神神神，冇想到早鬼撑我做啊人，鬼免受惩罚，我要跟实你啊，步步跟实你，咪得罪老细做啊癫棍。
大佬，你是叔父，我是花靓客，靠你照住嘅啦，一唔系我死俾你睇。大佬，整口烟啊！嗯，算你识做啦。啊，点咧？算你识做。为咗稳阵起见咧，老细今次吩咐我哋去阳间请医生，一定要请啲名医，千祈唔好请嗰啲黄黄绿绿。梗系啦，梗系啦。咁啊易啦，坏啫，大佬。当初我又少少投怀申庆啫，就系揾嗰啲黄绿先俾佢医死咗，至录音间做鬼嘅啫，唔系吹水啊！而家我一眼就分得出边个系黄绿，边个系名医嘅咧。咁犀利，梗系啦。我你听下，黄绿黄绿，冇乜书读，冇离贵咁。膊头叔叔，一支公开档，住响出租屋，起势卖广告，奖仲贴满屋，声称包医百病，官姓讲到足，咁你又帮衬佢？唉，当时都系因贪小便宜，至搞到而家咁样咧。啊，咁啊真系抵你死噶啦！嘿，大佬，等等我啊，等等我。啊哦、我就问下你啊，咁嗰啲名医系咪咩款噶？唉，名医就容易认识啦，家族成搭学历，话系嘅宫廷御医，或响衙门任职嘅、出入仕华高居，威风百年，好得戚啊！哦，即系咁讲，最紧要有学历咁话咯。梗系啦，手中有沙子。咁先够号召力噶，咁先够号召力啊！不过咁噃，你都冇有啲力，咁点有呢？啊，好力野沙子会感冒，大大搭亦冇使跳舞，街边摆档搵钱，乜都可以照做，大人碰张猛搵烧炉。我再话俾佢哋听啦，啊！有啲又话留学东洋，有啲又留学北番，呢、這个又话叻过华佗，嗰、那个又话死到衣翻生，你信边个？咁又系噃，乜都可以打假嘅而家，咁点请到名医咁大佬？嘿，我又教你啦，大佬，嚟嚟嚟，黄绿医生一味收人命啊，冤鬼多到数不清啊，敢讲门前多冤鬼啊，就一定系黄绿嘅门庭，冇错啦。若系真正名医，当然冇冤鬼啊，所以佢门前一定正英英啊，咁样睇嚟。好色型吧，门前无冤鬼，一定是名医的门庭啊！醒，话头醒你，多谢大佬夸奖。大佬，你睇前面是医药一条街，嘿，过去睇睇先。哎，咪住，哇！你睇下，我哋两个咁嘅款去啊，唔好讲话人啊，鬼都吓死啊！咁又系噃，嘿，有计，不如我哋变个靓样子走咧。咁好啦，我哋变变变。有
近成功，睇我个个真嚟傲啊！莫我哋快走，莫留停啊！喂喂喂喂喂，睇多几间先行啦！冇一间静，冇一间静，冇间静，冇间静，猛鬼好劲，满街招牌黄绿橙红，处处闪闪灵。行运扶间，间间有冤鬼，冇人求自证，最能算过翻山救星，最怕生都被佢淹死，直往幽。看來找個名醫都挺艱難的，難得要找的大佬，你看哪裡啊，轉角位那間好像很定的，哎呀你看下，直情是一隻鬼影都沒有，醫館英那麼靜，生坐喺树，喷烟喷烟，名医在世，名医在世，当场心定，一医请佢为主人治病啊！啊阿哥，女怕嫁错郎，男怕就入错行。医生呢一行越来越难捞咯，房就冇乜行，房就受坏难放，日夜做海荡，望到颈都长，这边装那边看，所有嘅行家令我一啲家清冷，闷到心也慌。唉，我个招牌又比人靓，门口又比人高，点知梗系冇人嚟帮衬嘅。爹爹一系就蛇精法师，法师就打孖系。你哋两个都病咗啊？大鸡事，我哋两个乜病都冇。咁你哋嚟呢度做乜嘢啊？我哋系。医生唔使惊，恕我直言问句吓，点解你隔篱左右嗰啲医生咁多人去睇病，你又响处拍乌蝇嘅？而且门口啊咁多鬼鬼，乜嘢鬼啊？唔系话鬼，唔系嗰啲鬼。佢即系话咧，隔篱左右咁多老友鬼鬼，系啦，你正正焗焗讲，系咯？点解咧？你哋有所不知啦。今天系我新开档，佢哋唔明情下放，未到我处开放，晒声又坏气，原来佢系啊初科新入啊。我哋不如揾多间啦，走、啊！诶、哎，等等，大佬，点啊？啊，老细俾我哋两个人时间，你就差唔多到。嗯，我睇呢位初哥啊，肯定好过医死好多人嗰啲黄绿医生。咁你话系唔系？咁啊，嗯，好啦，诶、哎，医生，系啦，嗱，请你出诊。乜话？出诊梗系啦，哦，
咁去边度噶？请你出一次远门，去到武雷公咁远嘅噃，为我家主人批病，还望你唔系拖延。知我六十几岁人，唔惯去咁远啊，话远又唔远，至多坐车又啊转船啊，又话坐车转船，又话唔系好远啊，到底去边噶？现在天边，近在目前。咁你哋主人系乜嘢人嚟噶？佢啊，佢唔系人。唔系人？嘿，呢啲云锦咧。系啊，医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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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呢个兄弟咧，心直口快。系啦，系啊。佢话我哋阿老细唔系普通嗰啲人。系对啦，系好特别嘅人。乜特别嘅人？究竟谁人听到我一旧云？岂非你家主人系凌晨乌鸽云都揾我笨？我唔会俾你困。即刻请假已是时候问，如果你话不情愿，我哋一要夹硬照拉人走，走拉你走走，喂喂喂喂喂大人，哎呀，问医生都要拉，你哋究竟乜嘢人？话你知，我哋乜嘢人都唔系，我哋系鬼仔。唉，你要打醒十二个精神同我家主人睇病啊！如果你系黄绿，我哋绝冇放过。对啦，如果你系名医噶嘛，你知唔知啊？你攞钱攞到呢只箱都装唔落啊！知啦，知啦。细细把脉，迷茫中都出错。难题就要破，三关要过，难就难喺指准摸脉，就唔俾问病，话陀都考起啦。呢间房布置得咁堂皇，病人嘅手就滑捋捋，分明系心贵妇。菩萨的保佑我难关得通过。从脉象睇嚟，你家主人佢冇病，冇病，乜病都冇，系有喜就真。有戏有冇搞错？嘿嘿，我蔡华陀诊脉从嚟都冇有错，岂从何来？系啦，听住啦。你怀胎两月好清楚，怀胎明月物理包冇错，包冇错，吓，买个胡须佬嚟啊！哼，你望个清楚，我系阎罗，敢当我因苦激怒雕火，人嚟向呢个黄绿医生打落十八层地狱。Oh, my God.